来看到以一曲《晚安大小姐》闻名的双人团体 ASMRZ 今天来到了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表演，全场一起呀嘞呀嘞，两个人不但兴奋说起了中文，还笑说想住在台湾，就算没有邀请也不会来，因为台湾只不止这个鼎泰丰好吃，夜市的香肠也太好吃了。呀嘞呀嘞，我们两个人是一句呀嘞呀嘞，全场大合唱。韩国双人组合 ASMRZ 带来洗脑神曲《晚安大小姐》，全场观众嗨翻了。流畅舞步，大街小巷都在学。台湾观众相当热情，两位韩国大男孩也开心说起中文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ASMRZ。自由手将，快点快点抓住他。Yeah. 国中学到的中文歌，团员人记忆犹新。除了观众热情，印象更深刻的还有台湾美食。团员计划周日去十分瀑布拍宣传，预计会待到9月10号再离开，盼望离开前能和当红的韩籍啦啦队女神李多惠见面。이다희씨보고계시다면 ASMRZ 대만에왔습니다같이춤춰요。想见女神，更想住在台湾。저는대만에살고싶어요지금그러시면바로언제든지。韩国双人组合 ASMRZ 有问必答，就是爱台湾啦。民视新闻李晨、苏玉生台北报道。